要拍啊！你吃了我的无花果，给你拍个视频重要的事。不是吓唬你说没吃我的。这两娃娃去了都吃了，简直没吃。哎，无花果要得大个。他们吃的是像那种粮食的短蛋哈，还有有点补的补的蛋。他那个哎，他那个有生，还有啷个问题啊？他那个有生，他有生你管给老板，他有些你喊老板不得了，跟他也觉得不干。你我跟你说话中，他都讲讲点是说，他不提也嘛，好多好几十块钱，28块钱嘛，好多钱，没好多种。原来他的是有点，现在没打不成。哪没打起啊？是啊，那家对是对的啊，没打回家。昨天这些发现两收拢的那也都是对的些。我年轻时候耍很那些，要装回来。哎，对。都跟张扬，都跟张扬扒拉开，都跟张扬那个户口上的他们小红虽然是一样个。黑小啊，是高档结束的。啊，好大一朵香蕉啊，上市。要是搞得嘛啥子？哦，康果搞牛角哈，切出来康果堆在边边的少，我要用的时候了，要边边堆。
弄啊。我要弄，一天得吃。要得哈，这都是杂七掉的，我来来杀羊呀，杀斑禽呀。都都都都要来来打吃了，超级。啊，就是这一片打除草剂，今天把它给打了，打了撒油菜啊。
搬了，收搬了。